你觉得跟美国那个 AI 技术方面的距离有多大？这个我不好估计，但是我觉得以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，再加上这些呢方向已经确定，我觉得我们追赶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在跟各种企业场景结合上是有可能弯道超车的。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程度？我觉得国家现在应该两翼齐飞吧。一方面，我觉得发挥这种新兴举国体制，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在这种超级通用大模型上，我觉得实际上在攻坚嘛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国家现在在搞产业数字化，也就是搞数转制改，就是数字化升级、智能化改造，有非常多的企业场景是可以利用垂直和产业大模型。垂直产业大模型对大模型的成本算力的要求就降到原来很低，性价比很高。这会对我们国家很多传统企业，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人工智能安全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分为技术安全、数据安全。现在比较让大家担忧，这些都好解决，现在比较担忧的等于是内容安全，对吧？一个是大模型本身会产生幻觉，容易胡说八道；第二是大模型可能会被坏人利用，用来作为欺诈的武器，特别是以假乱真的这种视频。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这种安全公司要懂安全，要懂大模型，要解决这些问题。